再看新北邦桥府中捷运站，这天桥的电梯工下晡熊熊故障，对二楼设到一楼，内底一个查某人带一个八岁囡仔受伤，送院治疗。在画面中看到这捷运站的电梯是熊熊故障，对二楼设到一楼，经消赶到现场，紧把人救出来。初步了解，一个查某人脚有骨折，这囡仔毛小块受伤。随上病治疗，目前现场是为封锁线暂时管制，详细原因还在调查。